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人因投顾杨天底。今天是七月四号，礼拜一。嗯、好，那可惜了，好像早盘的台股曾经一度啊开低往上攻，后面又杀回来。为什么这样？哦，现在是一个融资断头期嘛。现阶段我们称之为融资清理阶段。像昨天晚，呃，礼拜五晚上啊，礼、呃、拜五了，礼拜五。 台股的融资杀了一百零二亿，这一波的融资减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这一天开始的，六月十三号这一天，整个融资就开始降啊，开始降，大概减一直到昨天为止啊，跌了这个昨天降了一百零二亿，六月十三号到昨天为止这一段期间呐，融资减少了四百五十七点五亿，四百五十七亿啊，好，四百五十七亿。 看起来没什么，我教各位算一个东西啦，你就把它乘以二，因为融资都是融资，有有些给你四成，对不对？他出六成，你出四成嘛。好，四四成的一个这个资金，有一些是五成呐、啊。你算五成的来一个计算来来看的话，四百五十七亿叫九百亿，所以这段期间融资这个散户杀9九百亿的股票，那融资减肥了四百五十七亿。 好，现在呢，继续减肥当中，继续融资清理当中啊。不过呢，今天有个好现象，什么好现象呢？弱势个股票好像已经开始回稳。好，我待会跟你谈这个东西了。现在是市场最信心最脆弱的时机点了、啊，所以你发现了、啊、那个股价弹上去就有卖压，弹不动啊，弹不动了。所以我想。 因为大盘在破底，所以我跟各位谈过，不用预设这个低点在哪。有人在问啊，啊，有客户在问，杨老师，那大盘到底要跌到哪里呀、啊？好，要要跌到哪里？没有人会知道。好，我我我不知道。好，没有人会知道。但我看现象，看什么现象呢？看一些止跌讯号的现象。 比如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叫弱势股止跌。弱势股为什么会一路跌下来？可能产业不好嘛？对，产业不好，带来就是散户的持股比例比较高，或者法人一路砍，啊，这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弱势股如果止跌，它代表一件事情，台股就有可能止跌。不过不是一天哦。 我们一般判断的方式大概三天了啊，我们三天原则，技术分析有教我们三天原则，至少你要等三天嘛，那叫至少要三天，不是今天止跌，它就止跌了，没有没有这回事哈，不会是一根红棒就止跌，所以呢，一般来讲要判断三天，这是比较简单的方式，有时候判断的准则还更久，但不管如何，至少要三天了，三天不破低。 你才有可能回稳嘛！如果你天天便宜啊这个指数、加权指数在天天在便宜，那代表这个目前的一个趋势还没有改变，目前的下跌趋势没有改变，要任意出手吗？还是保留现金呢？哦，像今天早盘在冲的时候，就有会员在问：诶老师，老师，我们现在现金部位很大，我们要不要进来买股票？我说不要，不要，你还是保留现金。 因为不会是一天马上大盘就呜反转上去，觉得不太可能。它可能会有时候会拉一根红棒，你还要看后面两天有没有追加利润出去。如果没有，它又会回来。啊、哦，这是一个下跌趋势啊。好，那到底会跌到哪里？我我待会用一个比较重要的关键跟各位分享。我们看这个东西。好。 股票不会因为跌升就不跌，所以我不会跟你讲说这只股票跌很深了，然后就告诉你它不会跌了。怎么样不跌呢？除非回到合理价位去。当你的股价回到合理价位区之后，自然有中长期的买盘会来接手。好、哦，这再你再看一次啊、哦，股票不会因为跌升就不跌。 除非回到合理价位区，好，我们拉回来。所以我们要怎么看止跌？它止跌的现象要出来嘛？叫弱势股先止跌，若不再弱势变强，会是弱势股，一定是最近的卖压特别重，我让你们卖压消化掉。对，空头市场看的是弱势股止跌，三日不破低；多头市场。 判的是强势股有没有创高，三日不过高，它代表什么？短线上面这个租金可能要休息，所以我们在判断的一个结构当中，一定要了解这个方向，你才有可能去掌握正确的一个这个机会点哦。所以我想目前来看的话，可能短线上面还没有正式止稳，因为大盘在破底，可是有一些好现象出来了譬，譬如譬如说。 比较弱势而具有代表性的股票是什么？族群是什么？航海王嘛，对吧？航海王一定是具有代表性。我我要的是具有代表性的。航海王是。那我们就看一下航海王止跌没有？欸、至少看起来尾盘是拉起来的。好，不过一天不算数、啊，我不会因为他今天一天起来我就告诉你他止跌了没有。但是这是好的开始。 对，最近的弱势股是不是航海王？没错吧？嘣嘣嘣嘣六月份开始一路跌跌到七月，中间一个小反弹没有用啊，再再破底嘛，是不是跌了一个月？它的一个趋势抓起来，已经跌了一个月嘛，跌了一个月。最近这一个月补跌的航海王止跌没有？今天有的好的开始，对吧？我、哦、放大点给你看，好、哦，从这一段，从这一天六月十三号开始补跌。 帮帮帮帮，邦邦邦邦一路往下跌嘛，跌到这个今天为止，有一些现象。好，我说过不是一天就结结这个就就可以做准哦。你看，一天这个有有点止跌味道啊，一天两天，甭的再摘下来啊，这个除夕了。好，所以相对来讲，同样的阳明也是一样啊。好，这一段跌跌跌跌到今天，好像有点止跌的味道，要拉尾盘嘛。 也有可能短线客进去，但不管如何，是一个好的开始。好，除了这个之外呢，ABF 基板，好，最近特别弱势的 ABF 基板，你有没有看到？星星今天全部都在盘上。我再强调一次哦，不是一天就说它止跌了，三日哦。好，但是呢，今天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现象了，有没有？ 星星昨天破底，今天呃，这个上礼拜五破底，今天什么弹起来？好，除了星星之外，当然还有南电啦，跟景硕，A B F G。但是我的指标看在星星，就像航《航航海王》的指标，我看的是长荣。我不看万海，也不看阳明，好，就长荣止跌就就止跌，好，所以 A B F 基板是以星星为主，为什么呢？因为谁具有溢价能力，谁才是龙头老大。 所以在 A、B、F 基板里面，目前最具有计价这个溢价能力的是星星，所以星星的止跌会比南电或锦硕止跌更重要。好，第三个呢？第三个叫细思海。我我今天看到一个好现象了，好现象，力旺哦，这这是一个高价股，开始有点回稳的动作了，有没有？最近有点回稳动作哈、啊。 还还不算数哦。好，你说力旺太高价，好吧，我看一下比较这一波细制材比较指标的，叫做创意，创意开始回稳了。好，最弱势的就是回到什么智源身上，智源今天的波动也开始减小。我要的是波动减小，你不再往下跌，代表你的脉压消化到差不多了。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细制材有了一些止跌的味道。 好，这个这三大族群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那些比较没什么代表性，但也止跌的呢？有啊，记忆体止跌了、啊。记忆体我会看谁？我会看三零零六的金豪科。你、你们、你们发现到？都开始有一些回稳度，因为它比较市场派。我不会看南亚科啦，那你要看南亚科也行。南亚科的部分会比较偏向是法人。 那我我想看的是市场派你到底做了什么动作，所以金华科比加市场派记忆体还有被动元件，陈董好像不太跌了，对吧？这个一天不做数，我在强调三日为原则啊。但是呢，这些现象包括二四九二的华兴哥，好，我把这些现象点出来之后，我们就要来开始预测了。 我带会员在操作，你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怎么去预测，怎么去判断，该在什么位置去做出手的动作。我今天没出手，是因为我认为早盘虽然他们很强，但是我认为一天不算数。好，所以我，我我会再再再判断一下啊，我没有必要。我我先告诉各位，我们现在现金部位是非常高，但是我真的没什么必要。 在目前大盘还没回稳的时候就进去买股票，哦，这是一个关键了。好，那我来回答一下刚刚我在开始的时候跟各位分享到，很多客户会问一件事情：杨老师，你是怎么判断一档个股会不会止跌的？哈，除了我刚刚谈的这个现象之外，还有个东西啊，你回到价值区没有？再看一次，股票不会因为跌升就不跌。 除非回到合理价位区，来，我带各位回来到这个最近的有一些弱势股。那其中，我先强调一点，驱动 IC。我先从驱动，呃，先从大力光来看。你有没有发现大力光不太跌了？对啊，外资降平一堆啦。大力光做什么镜头嘛？手机用的镜头，苹果跟苹果供应链相关。大力光也这么说，就是六月营收不会很好。 好，然后呢？今年的拉货没有很强，他们这个非常老实。但是呢，这个一般来讲就是，你看它的股价打下来，开始回稳了。高价股里面目前最弱的是这个之前呃现呃这一段跌幅最深的四大力光，大力光看起来看起来有点回稳了嘛。好，再回来看一个东西，我用另外一档虚荣爱系的林勇。 老实说，我对驱动 IC 这个产业是没有任何兴趣的，到现在为止都一样。好，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有很多股票其实都超跌价值区的判断要怎么判断？很多人不会判断啊！我教各位判断一个准则：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产业？目前面板的产业是下滑的、衰退的。好，面板的产业下滑，所以面板驱动 IC 从第二季开始叠降。 这是我在二三月份就跟你讲的问题啊，我们一年后就告诉你这个驱动 I C 不能碰，原因在这边哈、啊，因为它开始叠价。好，这个叠价，但问题的中心点是股票是有价值的啊,啊。你觉得一档个股会一直跌跌跌跌到崩个没有不见吗？除非你是烂公司然后下市嘛。所以它一定跌到某一个位置之后会开始止跌，所以我就用联勇为例啊，联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正式止跌。 还在破底，好，但是今天一开盘就什么跳高上来哈、啊！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股票跌到它合理价位区，那这个合理价位区怎么判断？好，第一个，虚动 I C 目前它的合理本益比在哪里？对吧？没有错哈、啊，合理本益比大概在八倍，八倍啊，八到十倍啊，八倍算是下元 所以相对来讲的话，也就是说，驱动爱惜叠叠叠叠到巴菲特这边之后，他可能就开始超跌了。我们要各位去买，也不必要去买，因为股票超跌的股票比比皆是，而且很多价值超跌的股票，它还具有产业趋势往上跑，所以没有必要去买那个产业趋势下滑的。但是我要去判断一个东西，判断什么？那。 这些弱势股到底止跌没有嘛？所以联勇今年赚多少钱？我看的报告啦、啊，我用我看到的外资报告为例，外资报某外资报告是这么说的：联勇今年要赚五十三块，五十三呢？好，今年，明年三十六，好三十六。我们先不讨论这个报告的可信度啊？为什么不讨论？因为我们以前在做研究员也一样。 那个股价在涨的时候啊，你的报告报告会什么极度乐观，目标价会拉得很高。可是当股价在跌的时候，你的报告，你写报告的那个人呐、啊，他会偏悲观。你你懂为什么？他的一个心境啊，他会随着股价的波动来什么来去做调整。好，所以我不讨论这份报告对或不对。但是如果就这份报告的判断，因为它是下修的啊。 下修联用到两百六，还两百八的样子。好，我们判断一个一个准则。他说，今年的联用外资报告好，今年的联用赚五十三块，明年的联用赚三十六块。好，那我就问各位喽，八倍本益比大概在哪里？今天两百八十五，两百八十五来计算的话，今天低一点二八五，你去除以二八五，去除以三十六，本益比叫七点九倍。 那我问各位啊，林永如果真的如外资报告，今年、明年可以赚三十六块，我用明年来判断喽、哦。那股价是不是跌了？这边差不多了、啊。股价不会因为跌升就不跌，除非回到合理价位区。林永回到合理价位去了吗？对吧？没有错哈、啊。所以我认为林永很可能开始要止跌了。 止跌不表示要往上走，啊，所以基本上我只告诉你，如果你手上有连勇的，你等它弹起来再出，啊，等它弹起来再出，好，所以我想目前大盘的强势股的部分，啊、呃，工业电脑，好，工业你看到、啊、我们的广基哈、啊，对，今天呢还是涨的，还是涨的、啊，呃，我们买在五十一到五十二，52, 我用广基为例哈、啊。 当初五十一块到五十二块之间去买广基，我的判断很简单啊，广基是工业电脑，合理本益比区间是在大概是在九到十倍左右。然后呢，他今年预估要赚六块钱，那我买在五十一跟五十二，我买的本益比只有八倍多，你觉得我买起来安不安心？安心吗？好，安心啊！所以到今天来到了。 所以已经冲到六十五块啊，五十一到五十二，今天已经冲到六十五。所以我们在判断的一个准则里面，可以往这个架构上去找机会。工业电脑会强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筹码安定。筹码安定，你你看啊、哦，工业电脑在今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我我的广记这个广已一算很厉害了，它是先起来。很多工业电脑其实今年都没有表现。 所以它的筹码是安定的你，你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基本上现在我发现这一批资金进来啊，它是集中在那个筹码面啊，当然价值低估也是，工业电脑进入旺季也是啊，你要这样判断也是啊，所以相对来讲的话，目前看起来工业电脑会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筹码干净，我所谓的筹码干净就是散户之前不会有。 之前要跟你谈广基，你会买吗？你更不会买吗？你可能会去追逐一些热门股，对吧？广基是冷，这个相对来讲，工业电脑是冷门股。好、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呢，散户没有，法人也没有，法人也没有，主力也没有嘛。所以当他们进来建仓的时候，那个力道就出来了。这种状况有点类似那个航太有没有？ 当初的航泰为什么会涨？保一之前啊，在在低档平这个盘旋的时候，成交量可能一百张都不到。一涨没手上没有人会有，所以当它起来的时候，大家会拼命追。什么股票会涨？你手上没有的才会涨，对啊。当它强势而你没有，你想去追嘛？什么股票不会涨？当它是还在热门股的时候，每个人手上一张，你认为它会涨？ 这就是所谓筹码面了。最近就走入筹码面的一个架构，所以我想现阶段来看的话，现阶段来看的话，大盘的结构基本上还是偏弱势。好，但是呢，今天已经开始出现好现象，就是弱势股止跌了，A B F 基板止跌了，然后呢，对，行业指有点止跌味道了，A B F 基板有点止跌味道，所以我想，包括被动元件、记忆体等等等。 所以现阶段就是盯住，盯住什么大主力回来。如果大盘开始回稳了，剩下就是大主力要不要进来了？大主力一旦进来了，阶段主流会出来。当阶段主流出来的时候，该进场就会进场啊！我会带各位一起来进场。所以现阶段的操作方式不要急，你不要看到盘面的逆势股啊，就出手进去抢，有一些当天给你杀回来。 有一些今天强，明天弱，因为在空方的结构之下，烫跌的会补跌，逆势不可靠啊。所以我，我我想我的一个判断准则是，是我在等待，而等待也是一种策略。你知道那个猎豹啊，要去猎猎物的时候，他们最喜欢的时间点在哪里？黄昏，黄昏哦、啊，就当大家的警觉性已经慢慢降降低下来的时候。 好，当猎物慢慢降低下来的时候，这时候一举出击才会成功。我们就像猎豹一样，我们在我们在等啊最佳的时机点。当时机来了，我会带你出手。谢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基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时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你想赚钱吗？订阅理财周刊频道，十八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从每天早上十点半到晚上十点，每三十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你还在等什么？下个富豪就是你。